是夙愿一缕生相人起无尽思念。月满年迟，潮湿是浮沉灰质，不去是最初最初的遇见。借用灵术的部分力量，你只要不挡道，我们可以各走各的。这路只有一条，请问应该谁让路？反正不会是我。那还废话什么？嘿，空晓，殿下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背叛殿下？别白费心机了，他是不会听你的。少掌门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当然是静观其变啊！连司空晓都出来了，你有把握打赢他吗？何况还有一个神秘女子未露面，现在出去就是找死。静长老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就是想请你躺下。月皇大人，大敌当前，怎可如此分心？明月，婆婆怎么了？山峰，婆婆她……婆婆，你坚持住，我们这就救你。不用了，
你们快走吧，如今敌不过上官建元，保命要紧。瀑布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我年事已高，自知命不久矣，你们别浪费时间了。不会的，伯伯，你不会有事的，肯定能救的。山峰，明月，就拜托你了。婆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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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婆。关掌门，你可得手下留情啊。怎么不忍心了？那可不嘛，这么好的玩具就这么打坏了，就太可惜了。玩具，原来如此。空有一身庞大的灵力，却不会任何秘籍和战斗技巧，真是可惜。老贼，拿命来！上官建元，吵死了，扰人清梦可是要诛九族的。长公主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哟，明月丫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你哭归哭，别弄脏我衣服呀。仙子，婆婆她死了。老太婆年纪也蛮大了，生老病死很正常，你不必太过伤心。不是的，他是被上官建元害死的。啊，是这样啊？谁是上官建元？可恶！趁我一时疏忽偷袭，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掉！我再问一遍，上官建元是谁？啊，传闻长公主不是已经陨落多年了吗？为何会和上官明月混在一起？我就是上官建元。老太婆虽然可恶，但也轮不到你这种废物动手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有人这么轻易打倒我，我才
才是这世上最强的。这难道就是玄阳秘术？果然让这老匹夫偷了去。明月，没事吧？上官剑元竟有如此强大的灵力。仙子，老天爷，这都什么隐藏怪物？再说我们赶紧逃命去吧。现在看谁能奈我何。真是麻烦，现在该准备好了吧。这秘术是个好东西，只不过你这境界就别丢人现眼了。双铁拳碎腕，原来你就是传说中月族第一刺客琉璃狂月。传闻当年有月族天机高手孤身一人杀入玄阳皇城对抗玄阳王，那人想必也就是你吧。大家都以为你已经陨落在日月之战中，没想到您居然将自己封印在这小小的灵气中上千年。说完了，那就去死吧。上官剑元被一拳打没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长公主的实力还是如此深不可测。你就是当年的刺客，是你杀了我父王。没错，是我杀的。明月姐，不要啊。很奇怪啊，长公主为什么不还手？你们不用紧张，有他在，我可不敢乱动。虽然自知不敌，不过明玉的仇我也帮他报。没想到小丫头你也变了，居然懂得关心人了。你们这对父女还真是令人讨厌。当年灵界最冷酷无情的刺客，现在为何会变成这样？今日时辰不早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，提前恭迎长公主早日回归灵界。你还要继续吗？杀了你又能如何？父王不会再活过来了。既然你不打了，那我可就走了。姑姑。造化弄人啊！等我实力足够，有朝一日我要堂堂正正与你一战。那我等着你啊。你
当真要带走地界灵术？地界亿万生灵该如何生存？我是不会让你带走灵术的。刚刚姑姑临走的时候告诉我，并不是非要夺取你们的灵术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拯救灵界。什么办法？我只要取走一点你们灵术的原始基业就行了，并不会损伤灵术的根本。就这么简单？再加上我就行了。加上你？什么意思？姑姑不会骗我，她说能行就一定行。乃是天下，我本就是大地孕育而生，无父无母，无牵无挂，这就是我最终的宿命吧。什么宿命？六儿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生长六肢，天生异象，我有意识的第一天起就被月皇大人带到知月宫。月皇大人从小不让我和任何人做朋友，我也不懂人间的情感和道理。你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情感，明月姐，你算是我第一个朋友吧。月皇大人从小就告诉我，以后我会成为拯救灵界苍生的人。我以前不懂，现在懂了。紫染、苍灵，谢谢你们这些年对我的陪伴。六只殿下，到底是什么办法？我要用原始基业浇灌我自己，我将成为灵界新的灵树。六儿，你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那不然就只能取走你们地界的灵树了。真的很开心能够认识你们，再见。既然明月姑娘不方便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多谢少掌门体谅。如今天宗门解散，月族联军已回灵界，虽说地界暂时回归和平，但我等宗派却是四分五裂，还请明月姑娘能够考虑我的提议，来主持大局。好的，我们会替你传达的。明月，你伤刚好，不多休息一会儿吗？神风，我想去灵界。好，等你养好伤，我们就去。
了，缠绵交织流星图，楚楚动人的双唇，你熄了我的穷途末路。皓月当空，风中舞，燃烧痴情和无助，眉眼含笑千山过，一路有你从不孤独。斗篷不息遨游苍穹，满眼全是你，全是你的倾诉。豪气冲天划破长空，勾勒谁的一生路，扭转乾坤点亮你我的征途。唱。